你敢袂记你家人较早足惊蛇？我喊伊桌顶，迄皮包顶块图是一尾蛇呢。伊对我是真心伫咧对待，所以我绝对袂当辜负伊对我的感情。我要甲伊带去做身体检查，证明讲伊是毋是真的家人。真感谢你愿意接受我，亲嘴来予你幸福，答应我的求婚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在咱重新开始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你。真感谢你愿意接受我，愿意搁再给我这个机会，答应我的求婚。什么人曾经要动？只要你思思念念上要紧的牙膏，也冻袂偌久，真紧袂溶解刷掉。唔知影是唔是受到刘少峰的影响，张家燕感觉最近心头无啥定，有淡薄仔失控。你敢袂记你家人较早足惊蛇的？我喊伊桌顶有买一个皮包啊，迄皮包顶块图是一尾蛇呢。你老实讲，杜三伊是毋是还佫活的？伊敢有甲你联络？你想要找伊，唔就应该搬过门下拢望得着。要找真烟，好啊，那咱就警察局讲。现在改这通缉犯，抓来管。近期对付咱叶家迄个千面女郎集团，伊有一个手法，生出甲嘉玲就行。真正是姊妹啊，生甲一模一样嘞，可惜不同款命。我要甲伊带去做身体检查，证明讲伊是毋是真的嘉玲。我想要怎样配合你？你会听千面女郎的话，唔就是因为利益？我会当互你更加济。我对伊的感情是真的，所以我嘛感受会到，伊对我是真心伫咧对待。所以我绝对袂当辜负伊对我的感情。咱得趁这个机会，把我甲假的张嘉玲换回来。你打算安怎做？只要你替我把嘉燕用分去，把伊关起来，把我假作是嘉燕就好了。